你要相信你自己是一个很美好的人。我跟你不一样，你们失去了谁吗？你们都要离我远一点，不然我要开枪了。你到底要干嘛？你如果想救你弟的话，就带着玄雷石到我指定的地方来见我。我来了。住手！妨碍计划的人都得除掉。每周六日晚间11点，未来综合台《霹雳电蛙》惊爆周末夜。